人呢？人呢？Hello, is anyone there? 不是啊，不是。Is anyone there?Is anyone there? Who is there? 哦，嘴角流血，我眼神好慈祥。白痴，根本就不是你好吗？是啊，是我。有一个人在那边呐喊的好严重。看，没有看到人呢、欸。我刚刚上去那一层。他说：“哎，卤蛋快出来！”看我超帅。抓大笨笨，瞄到哪里去？卤蛋，你的头发又长出来了，是不是超级赛亚人状态？哎，I gonna kill you！ 可是没有要忍哎、欸，好麻烦，一定要上去、欸。可是上去就一直被射，很烦。啊不不，抱歉，我要吃东西。纸张纸个头啊！哎呀，吃零食，哎。为什么你吃零食很好笑一样子、嗯？太好吃了，没办法，太好吃了。哦，太白痴了！哎、欸，这边，哎、欸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我看到，可是没办法，我现在在上面，没办法开枪、啊。快这边射他，射他们！躲这边，躲，没事，大家不用紧张。Dick， 可是我还是没看到人呢、欸。果然还是还没结束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还是你直接爬上去。我再爬上去，我就要死。不会，因为上面只剩下一两个人而已。先吃再说，太好吃了。你看看卤蛋吃东西的样子，哇，好好吃哦！白痴，哇，那卤蛋吃东西的样子好挫哦。干 ，it's delicious。没有要忍啊。干，直接上去硬干了啦！对啊，你直接上去，因为顶楼已经被鸟屎射了。哦，我干什么东西爆炸？哎呦！干，不要那么害怕啊，懦夫哦！不是啊，你要找个好位置打、啊。你看那边。哎、欸，来了！干，不对啊！可是你爬到这边，你就算把他们干掉，你也过不去啊！我要找个好位置啊，就这里。可是，重点是你把他们杀完了，你也过不去啊！可以了，先吃。要走到那根黄色的杆子，然后跳伞下去。是不是？那你有伞吗？我有，我随身携带降落伞。我没有看到人呢、欸。我没有看到人，可是一直在呐喊。人呢？好吵。人呢？敢没有人了啦、欸？你直接跑到黄色那个去打啦。对啊，你直接跑到黄色那边跳伞下去啊。Asshole！ 我帮你看人。要走出去啊！不要怕、啊，来安全一点好不好？我要省我零食钱。干干，你看到人，看到人了。干，还是要我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。看在哪里？靠边。你的正下方。我知道，我刚看到。看，可是这正下方木箱旁边，探出了小龟头。我看到了，死掉了吧？有死了一只，可是后面还有的样子。没有。干，不用怕，懦夫，我跳下去。干死了就要重来，哭哦！妈，重来就重来啊！对啊，人这么少，最好可以接续下去啊。大家不用紧张，大家不用紧张。你这边是要怎么下去的、啊？我们先丢个芭拉再说。就像上次那样。真的。干丢芭拉，你爬下去干嘛？可是这个芭拉现在不让我丢呢。哎呦呦呦！希望他不要弹回来。我觉得一定会弹回来。但我觉得他角色怪怪的，我往前面一点好了。爬上去。哎呦！你要搞定了，搞定了，跳了。但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啊！干个闪呢？我闪呢？哦！我的闪呢？靠北！我闪不见了。干就没闪啊！背部着地，背部着地。好。还有个7000块，还可以。背部着地。好，不对，继续，开始。那看来就是要飞到隔壁的大楼了。嗯，对啊，背部着地。
用那个狙击枪射一射。干，我闪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哦，消失的闪。我一复活就啊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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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吧，靠你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对面大楼在哪？对面大楼在，是那个最高的吗？哎，不是，那边一个 banner 跟一个蓝色的。哦，是吗？是那栋吗？啊，只那栋也太远了吧？对啊，那栋也太远了吧？还是那个水蓝色柱子那一栋？我看一下旁边有没有。没关系，直升机来再说。先飞到上面看一下哪一个最近这局。干嘛、啊？日粉干嘛打一个斜线啊？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对面有一个远远的，就刚好被大楼挡住，那个可能也可以。有，这边有直升机。我要飞过来。Falcon Punch。啊，他飞走了！打下来！打打棒球！你干嘛跟我一样动作、啊？打死你！飞走了！哎、欸，不要还有一个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来，我们要把那个打死了。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哎、欸，把他拉下来就好了。来，上车，上飞机啊！上飞机玩网络游戏。OK。一路下，哎，刚进来就撸到，吓死我！他们说会有一个停机坪。哪里、啊？没有、啊。他们说对面的大楼会有一个停机坪。我一看起来像停机坪，就那个 IAA 吧。IA。那个 IA 跟那个圆柱形的而已。啊，有了，看到了，来吧。啊，线按错了。靠！丢！靠！按错啦，线。敢跳楼网？这一个是不是太远？应该是那个吧，正上 bank 那一个应该。对啊。我看我试着在现在就能帮你打，你自己爬吧，你等下就当最后生还者了。你停得好吗？可以呀。我不要。看你感觉有点雷，他就会说不知道怎么听那个爆炸声音奇怪。对啊，我不知道。就这栋啊，你看我现在飞到这边。我看到有一个降落伞，北七。不行啊你！而且我一直想要瞄那个大楼，我瞄不到东西，好烦哦！哎，这边好像也可以，先降在这边好。OK，Nice。有没有超完美停机？好不好？超完美停机，好不好？好，丢哦，下飞机。我刚刚已经打死一个人了。啦 ，It's good to drink， 这样就搞定啦。我这边看不到他们人在哪。看抢怪啊！啊，没了，没了呢？对啊，我怎么看起来没了？怎么一下就没了？要不要飞过去？没有吧？好像还有。哎，我看到有一个贱人在跑，贱人你给我跑，打屁股，好、哦、是。完了，我这样子等一下怎么回去、啊？不知道手榴弹丢不丢得过去啊？太远，丢，哎，半空中就爆炸了。嘿嘿嘿嘿，没有人。哎呦，脚毛毛的。哇，火箭网，可是没有人，你这样轰也没有用。随便轰喽。
好像没有啊，哦、感觉没啦，感觉打完啦，应该是过去吗？过去就会复活，你可能要过去然后再飞回来的。可以可以，那也太麻烦了吧？你试试看吧，不然你飞过去就好，我在这边等。对啊，你这边等啊，我飞过去。好、啊，可以顺便来载我。才不要哦、啊！我要先离你超远，我要去下面这一层。染。没有看到，哎、欸，来，要复活了，复活了。嘿，我在这边。有楼下也有人，有人。可是出现那些人被我打死，你再飞回去一次好不好 ？God， 因为你好像没有了，你再飞回去一次看能不能引一些出来。你就在他上面盘旋好了。靠！重点是我这边也不能从下面突袭，然后也不能怎样。你就跟我一样爬。啊？你就跟我刚刚一样那样爬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在大楼上面也不能下去啊。没有，画面上面完全没有人。Shit！ 啊，我再降落一点点。我已经没有跳。有，我看到人了。我看看啊，没有，画面上面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好像都在下面那一层。干脆鸟屎来载我算了，我帮你射。看，想骗我。快点哦，要不然我把你射下来。欸，我突然发现这边有个起重机。这起重机不知道有没有用处。欸，我觉得。降在这里。妈的，我直接下去把他们全部干了，妈的，气死我。干包。我真的妈不相信，有这么难。我不相信妈这个任务有这么难。麻烦你就在前面，我可以在后面用火力掩护。我干。啊！我现在真的不能干嘛、啊？我跟你讲，跳伞伞也没了。哦，你上面那层已经没有人了。如果我挂了，你们自己叫直升机下来。你上面那层没有人，你干嘛不过来把我载过去啊？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我可以叫直升机。是什么？梅里威瑟是不是 ？Yep。为什么没有要来过？要过来载我过去？在我一个人搞定全部。好想喝某资源。哇，我这个角度不好呢，打不到人。资源直升机哦。这个距离我也没办法跳过去。敢没差。这个妈，你们等着收钱吧，我要一个人搞定全部。我真的妈不相信这任务有这么难。啊，日粉哎，怎么就这样消失？你也在玩命关头了。没有，我在找直升机。那没关系，我直接用叫的了。再过来我就要叫了。快点哦！超级没事做。直升机你在哪？啊，来！哎，这边啊，这里你要飞去哪？快点啊！你不是变山东大老粗啊？这有没有地方可以下去？手提箱已掉落。哎、欸，他不鸟我啊！你来这边啊，停来这边啊！快点载我啦！哦，那个直升机不想鸟我，他就直接走。靠我，我还花了5000块哎、欸！他觉得你太累。怎么会花5000块？你要叫1000块的啊！哦，天啊！5000块真的是火力支援哈、哦，他就是帮你开枪而已。哦 ，shit！ 那你可以先把他打下来。不行啊，打下来他就坠机了。啊，他是要干嘛？不用，我告诉你，只剩最后一只了，你等着收钱吧。嗯，靠你哦，我就要在这边发发呆，吃个零食。是标注他就会飞过去吗？啊呵，那这个直升机是干嘛？搞定，失去了手提箱。哦，有一台飞机飞过来了。干，帮我把他打下来，用火箭筒 ，please。OK， coming for you。已经快没血了。Coming for you。这个直升机很没用哎、欸，到底他们在干嘛啦？哎，赶快去 ，go！ 哎，他不见了、欸，这直升机就这样消失了。没有，他在往我这边走了。
可是我听到声音，但是没有看到人。What the？ 你听到的声音应该是日本的，日本现在在。哎、欸，那我怎么下面会有一台？哎、欸、，shit！ 我被直升机打了啦！哦、oh, 欸，哎，我完全看不到那台直升机。啊，我死了，死了。引擎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都是你们害我死掉。引擎都没有。我把打下来，我把打下来，我把打下来了。好，快点，快点。我把打下来了。好，靠你，靠你。完全他妈幽灵直升机。妈的逼，完全都是我在工作、啊。靠你了，靠你了。谁叫你不载我们啊？这样子你只有你，这场你就会有分红55%。刚才不会、欸，妈的，分一样钱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我来的。来。干妈，这个任务我完全可以自己解，操！就靠你，就靠你。烂。干坐这副驾只能用手枪，好烂。就没有人来载我，我没办法、啊。嫩嘞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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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哦哦哦！不要紧张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超绝降落，去交货了。但我觉得你不要在路上被车撞死。对啊，你在哦哦哦！才刚说到就妈逼耶，这个人有毛病，操你妈！干掉，干在做效果。烂，干在做效果。我妈这么麻烦，做效果，把你们打下来操。屁耶、啊！下飞机，副驾驶能做的事情好少。耶、yeah, ，we got top carry。耶，耶，我超 carry。耶、yeah, ，fucking carry，nice。敢拿钱跟你们一样差。六探想要复古打手枪，哇，好多钱哦、喔！哇，两万呢、欸？钱哦，两万多哎、欸！难怪这任务这么急来，真的哎、欸。没有啊，你选困难的，当然就比较多钱。好像有点道理。哎、欸，刚按到喜欢了。啊，不是喜欢吗？但是不喜欢了。眼窝子，眼窝子。哦。哎、欸，还有什么警察 cosplay 好白痴哦、喔？哪里啊？我、哦、玩过啊，就是我们要当那个、啊。干印度给我投票哦！投票哦！妈雷！印度竟然还没不投票，雷是啊、哦，不过是雷曼图最好啦。看雷曼图好适合你哦。靠！又雷又慢又不跟男生出去吃饭，白痴！终于结束了，我远远看到我的骷髅马好好看。现在来这样玩，香蕉你个巴拉！现在等莱斯特下一个任务啊！啊我们莱斯特解一解，等一下就可以下一个抢劫了。丢。比如，现在是什么啊？前置吗？好像不是。8点要上课。嘿，你要四个小时可以玩。哇，这是怎样？那个出水孔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干！放孔 ！Punch！ 哎，我的车嘞！你已经把那件事处理好了，表现得不错。什么蛙哥了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是我处理的啊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我如果说你开莱斯特的那个的任务，然后我解了，就是我跟你们一起解了，那我是不是也我这边的任务也算解了？不算，不算吗？你要自己开才算。算，真的哦。应该是，系统上面会算你过关过了。可是你还可以自己再解，你自己开还是算第一次开？哦，对，就是你没开，你没当过首脑的话，都是第一次。哈哈，我什么都粉红色，全身粉红。六碳，我要去抢这家什么商店？我要去脱衣舞娘店爽一下。所以他到底打快点钱给我啊！吵死！啊，钱给我啊！干嘛啦？啊，我在威胁他啊！现在是怎样？干你啊！你妈！我干好多钱哦，30000呢、欸，抢个商店也有30000块。刚遇到警察了，干你不是警察，那你打我干嘛、啊？操！啊、对哈、啊，我的车已经沉到海底了，我要再给他叫回来。看一下，我的骷髅马真的不见了哎、欸！
我干，说真的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被警察抓到了。我很怕是覆盖过去了，有点糟糕。拜托，哎，儿童不宜啊，儿童不宜。你没有漏点。我三星了，完蛋了。有，我这边会漏点。啊？我这边会漏点。为什么你那边会漏点？就是那个啊，那个玩那个妹妹啊。没有吧？那个不是都至少还有穿那个胸罩？没有，那个捏捏会露出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而且你用那个麦克风讲话的话，会增加好感度。我要多讲一点。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啊、阿里巴巴可以增加好感度。啊、我用错了啊！有真的真的，我在挑逗他了。啊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哦哦 ，sexy， 哦，阿里巴巴。哪有学六探呢、啊啊？我就喜欢粉红色，不行。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啊，是打保险吗、啊？阿里巴巴，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 ，sexy。哦哦，哇，不收费哎、欸，真的、啊、是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挑逗法。哎呦，我旁边刚好有帮派，帮派任务，帮派巴巴，阿里帮派巴巴。啊，我还有几台车哎、欸，两台车、啊，全部有三台车。阿里巴巴，然后热柱的那个贱人给我跑，嗯嗯。阿里巴巴跑收藏阿里巴巴 ，OK， 阿里巴巴，好，我先开这一台去。哦，阿里巴巴，哇，跳了好大一个，好感度好爽啊！继续，我要继续阿里巴巴，还是要聊聊个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你那个，你开那个五娘那个啊，他不会有一个，工作人员在后面偷。在后面看阿里巴巴线上模式不会，你可以摸到爽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我以为是跟那个，可是也不能带回家、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在你们干嘛要带回家？单机版比较爽，带他回家之后会打炮， yeah， 然后炮会给你性感照片。我的粉红色骷髅吗？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先巴来巴拉巴里布，呜啊阿布鲁啊。讲阿里巴巴可以增加好感度，到底什么世界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就挑逗他、啊。你可能敲麦克风也会有啊，应该是会是吗？啊，就是有声音就好了。啊哈哈！哦吼！啊！哎，干，结束了。我记得他不是可以一次叫两个进来吗？你要有好感度足够，然后才可以。好，可以啊，好烂哦！哎呦，摸的好感度已满了，好爽，阿里巴巴。啊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、啊、他说这支舞结束以后，我们去我家，我想要。啊，哦，哦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哦，来来来，结束舞蹈，干，我也想要。对啊，我要去看你。我结束舞蹈了，我结束舞蹈了。谁在偷算我啦？靠！我是说现实生活中啊。啊，死！你去林森北路叫啊！白痴！干，我不想花钱。离开。You make me so hard、哦。我有嬷嬷的电话了，我还摸我的嬷嬷奶。可是不是有了之后都是盲线吗？对啊，不管怎么打都是盲线，操！烂烂游戏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是说他的电话、啊？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画面又回来了，大家不要紧张。我要看一下卤蛋蛋在搞什么东西。哎、我刚刚把画面关了，抱歉。他叫我不要拿枪，哎，拿这个可以吧？哭哭哦，那这个可以吧？好像不能带，不能带、那個。哎呦，shit！ 然后你打死保镖了，啊、我要赶快跑！干，竟然这样就把保镖干掉了，真的？他开枪射我咩？而且你穿这样子，我觉得你进去人家会把你当脱衣舞娘。靠！我只是穿的啪里啪里而已。啪里啪里个屁！明明就是个 bitch。啊！穿的像个 bitch。我要来挑战，跳到那个墙上。有人讲说脱衣舞娘可以带回家、欸，哎，单机版可以啊，单机可以啊，网络版我每次打都是盲线，没办法。我有带过，来又一个差事了，来吧，来吧，你是什么那个莱斯特？嗯哼，哎、欸、哦 ，Teles Blue， 莱斯特，贱人，你给我看 ，No， 哎哎哎哎 ，fuck。以陆海空之名，敢给我进来哦！不要再给我玩捏哦！好啦，我来了啦，
以陆海空之名来了，什么陆海空了？以陆海空之名。但如果我订阅了，可以带我练德吗？不要。要。不过你一样可以订阅。还可以顺便躲呢。耶、yeah。不过我们绝对不可能带你练的。代练不是要找那个网咖有那种专门代练，露天好像也有啊？你说什么？露天好像也有。哦，说露天呢？哦，对啊，可是那个不安全啊。我觉得把账号交给不认识的人都不安全。对啊，除非说你不太想要玩那款游戏了。可是不想玩也不用练啊。练干嘛？我没有车。哎呦，我好像被撞了。难呢。有人被一个货车撞。这好发喽！我的粉车，我的粉车。我送你离开。那等一下上车啊！你回日本之后要好好跟国人讲说，台湾人都是贱人。贱人，你给我跑！跑！这就是良好的这个。台日交流，让日本看看什么叫做飙酷女神，飙酷雷曼，日本看看什么叫做妈种族歧视女神，真的啊，干就是歧视日本人的第一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怎样，种族歧视吗？我这边专心开车，你那边啊翻车啊翻了，看还可以开专心开到翻车，专心翻车，因为你们说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歧视的很烦，然后他就翻车，很翻车、哦，赶快点哦、啊，我已经到了哦，做事哦，队友，还有一个 subscribe， welcome， 队友都不做事啊，我到了啦，紧跟在你后面哦，看起来应该是要干架了。感觉好像是啊。哎、欸，麦当劳欢乐颂最好啦！你这样的话，旁边人直接来干我啦！干麦当劳欢乐颂，你不懂啊！小心麦当劳欢乐颂！麦当劳欢乐颂！哎、欸，绝命六龟葡萄！小心麦当劳欢乐颂！哎、欸，你们自杀是怎样？我没事啊，丢把他把自己炸死！干丢！干你娘！我的摩托车坏了！小心麦当劳欢乐颂！哎、欸！shit！为什么要下来？啊！大家小心！你要进去是不是？注意麦当劳欢乐颂！我忘记我现在是开骷髅吗？开完，开完！麦当劳欢乐颂！黏！在哪？黏死你！小心麦当劳欢乐颂！哎，啊！哎，看来你也很想要来一份自由的民主。啊，你先好了。呜！撞我干嘛？民主的弹跳。